光胎真的有用吗？我每次剪到后面，我就不想要剪。光胎怎样？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包包很慢，我就不想剪。光胎是投资物哎、欸，它算是石头哎、欸。我的意思是，它除了石头这个功用就没有了。它可以吸水啊，后面吸水。有个古龙，它会在地上喷很多水，你可以用光胎把水吸起来，不然它会在那个水上面放电，会导电。哦。对啊，要5趴才能抓，所以很常不小心撞死或者是不小心打死啊，这很白痴哎、欸，一堆金狮子。这个可以不要了，这个可以不要。两人吃力竭，这个不要。四人五次删掉。皮毒龙。必读，麻痹的痹。啊，对不起，好，我跟你讲一个东西，嘿，你打那只，然后你现在要打那只咯，哦，那只很容易麻人，然后也是剧毒，它毒很快哦，它真的是毒很快。我那时候一个人去打的时候，不信邪，马上被它毒死。然后建议是擦耐毒。很痛哦，这个是好。过来人的经验。我需要留这么多吗？每次只要有人碰到，就那种擦擦。麻痹可以没关系，不过你要擦那一毒啊！我进去帮你吹笛子啊，你就不会被毒了。我在探索，我先回来。好，灌屠龙、鲷鱼、猫西龙、巨甲虫，想当时还一直刷巨甲虫的钱，耶、yeah！任务删光光啦！没有，又麻又毒，只要这个棒棒，什么都能搞定。我以为你说要解自由任务，你要先去解嘞。那我先跟着那个主线，我都是先解主线，再解其他的，还是他有差？你主线这次打完之后，会打到一只叫冰原守门员。嘿。他会来测试你的装备够不够力，或是你的技术强不强。好哦。哦，那可能两个都不够哦。3、4，哦，不对呢，5、6，你还要打2只才遇到冰原守门员。没事没事，你还可以活得好好的，他仙叫子。我承接冰舞守门者。什么冰壶守门者？他写承接冰图守门哦，者。冰图哦，用冰壶吓死我！接啊！我先弄那个，你说要插什么珠子？看你要不要插珠子自己打，还是我进去帮你吹笛子啊？是我都没有在强化我的装备。你等死啊！再不强化啊！你现在先去做蒙牛龙套装行。啊！慢，我看一下哦。强化装备、生产装备、武器、双手剑，显示全部。你现在是用防卫者的武器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那你不用换了。那你可以升到最满吗？强化者5。我看一下。
因为理论上你冰原毕业的，你世界毕业的话，这个应该可以升到五。然后想帮他刷猛牛龙啊。不然就帮他刷一个冰的武器吧。Hello。嗯？你有在生吗？我在看。防卫。精英猛牛。我的已经是五了。哦，那就好。那再来就是带你做猛牛龙套装。现在做吗？等一下陪你说啊。因为有三件的话，你就可以有快吃，然后有最爱菇类，只是有怨恨会麻烦一点啊。怨恨它是你打怪你会一直扣血扣血扣血，扣到一个阶段之后你会回血回来，还会回来。就是你打怪，你不是扣血吗？然后你身上会有红色那一条嘛，那条是会回血的。但是你那个红色那条越多的话，你攻击就越痛。哎、也不是攻击越痛、欸，就是有加攻击力啦。你先去攻防，没有记错记错，那个是那个啦，那个是那种火场怪力，用骨质就好是吗？骨质就好了、喔，因为那时候是看到母牛龙就用了。骨质没有最爱菇类啊，我是要让他最爱菇类呢。嗯，因为他现在要保命，叫他自己吃风茄跟那个吃鬼爆炸菇，我是这样自己起来的啦，所以。想说家也去用这一套，还是有什么最爱菇类？看一下，技能槽，你能一起吗？你说你要刷猛牛龙吗？镶嵌等级技能，什么鬼东西？镶嵌，我只有头盔跟腰甲可以镶嵌。对啊，毕竟你那个是是送的，类似算送的装备啊，不会好到哪里啊。你说？嗯，我说什么？你说用什么什么珠？什么什么猪？你先给我去看猛牛龙套装。看猛牛龙套装。想一起列，那就来啊！绿茶奶，买个绿茶牛奶。我不习惯吃菇，都直接用高等油饲。猛牛龙，阿法还是贝塔？都可以啊，反正他都有。我建议是用阿法啦。阿法。嗯，做阿做头、裤子跟脚。哎、欸，没有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阿法做头。护腿。哦，那就做阿法护腿。直接穿吗？直接穿啊。然后再带你刷，再继续刷猛牛龙啊！我自己是打装体力三回复上找副满足啊，你这个就是吸血流的啊，吸血跟回复流的啊不一样，每个人玩的不一样啊。更变装备，像我有分两种太刀啊，一种是回复流的太刀啊，你看，
快吃护食，体力增强回复，我也是有一套啊。每个人的玩法不一样啊，你也不能逼一个人去玩另外的东西啊。更变装备，好啦，我去接啦。嗯，所以黑月你有机会说吗？那我接喽。调查。哦，牛龙。活动调查。两次力竭倒下，我好怕你死哦。我吗？对啊，不然我。应该。嗯。应该会哦。好啦，我吃生命保险啦。哪一个营地啊？你在生虫龙珠，拜托你那个方法就是我一直在讲的啊！你那个一号营地，你那个生的方法，我很早以前就一直在教节操跟 HTT 他们在生的，就是狂就用广域化狂吃啊！你吃保险金，我已经吃了哎、欸，哦报酬金吧。走吧，有大佬带你，你还会死的话，我真是要扁你了。走啦！喂，喂，我忘家了。我刚刚下意识要回答你刚刚说的话，哦，我忘记把声音静音掉了。你小心哦，我这一场有金狮子哦。哦，我忘记吃饭。我没有吃饭哦。God，你给我习惯养成习惯吃饭哦。这边现在冰原很容易丢包在那个魔物旁边哦，然后再加上如果你没有回家球的话，你会死更快哦。伤害怎么那么低？八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！我应该先吃饭吧。废话。好。你就不要死，你不要死就可以不要吃。你不会死就不用吃啊。哦，那我尽量不死。你死怎么办？嗯。星星等你。
那我还是去吃一下好了。就跟你讲说，我这一场有金狮子了，那个是连我们都会被秒的东西。先脱离战斗。你走回去哈，往下走，你往金狮子那边走，冲啥小啦？我哦。往下走。哦哟，你这套没吸血啊，要死了欸。知道金狮子喷一下大，大概可以秒了你三次吧？真的假的？它很痛啊！它是现在最新的魔物呢，我们 PC 版最新的魔物哎。那我刚刚还往那边走，疯了吗？你就疯了啊！我都在准备等你抖内我了呢。你先去看一下，你可以不可以做了？你能做，不能做再刷。我要换另外一把武器了。刚开始追，急不到人，更变装备。生产装备。我来破坏游戏体验好了。不可以做。都可以了吗？玩家不要做帽子有阿法，不能做。我刚刚是说做哪里？头。你看哪几个我最爱菇嘞？生产装备防具，算我自己看。谁？
干白痴哦、喔，不是你啊，他没死，他死了再抖啦吼。投阿法嘛，然后我看一下、喔，阿法，然后妖，妖阿法或贝塔都可以，就这两个。嗯，哼，就是投阿法，刚好这两个都不能做。好，你缺哪个位置？我差重壳，还是重雪鹿角跟结冻冰骨。啊，那个你要挖骨头跟去打那个雪鹿，雪鹿，嗯，那个地图上会有雪鹿，你去打，你直接探索出去打，然后去挖骨头，这样就好了。去哪里？我可以用盾斧练练吗？不然我再开一场，你去找雪鹿跟骨头。好啊，好啊。承接任务，我吃个饭啊，只是这场一样会有那个哦，金狮子哦。好，那你自己去。感谢宵夜的星星，感谢海豚的星星。唉，就说不是你们懂哦，在等秀秀懂。他昨天说星星很可爱，哎，他这比小七点可爱多了。然后，好啦，进来吧。这谁？我真不知道啦。DXD 是谁？问一下哦。刚也有人问我，我不知道是谁。哦。他刚前往集会所啊。哇。啊。黑月，你位置被抢了，没关系吧？不走？会，你会被我杀掉。脱离任务，哎、欸，好，黑月你可以进来了，黑月进来，偷偷说个东西，晚上阿米狗到目前好像还不知道要玩什么。不是你会被杀掉啦，是那个猴贝啦。他现在没有经济能力，又要乱抖内，你看，他现在又没有打工，又没有赚钱，还是个学生，还是个高一生，你大五专一年级的学生吧，还是什么的。哪个没钱没能力的要donate我哈？没有，因为之后有那个名次龙团的话，我们这边在担心说我们 PC 这边凑不到人要去给野团打。蒙牛龙小金哎，傻眼！金狮子，金狮子，金狮子，跑啊！哎、欸，你来五号营地，五号营地跳下来，有那个路啊！我没换到子弹，白痴哦、喔！五号营地，哎、欸，你先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顶狮子，等一下，不要等，狮子在楼下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更换道具。他好可爱啊！谁好可爱？喷火的那一次，那不是喷火啦，那是金狮子啊！对啊，你被他喷到真的是死，我跟你讲哦、喔。我没有跳下去的意思，我等他离开。好，你乖，等他离开再跳。几乎每个营地你走出来都会有那个啦，
欸，他目标是我，我先进去躲一下哈。你先进帐篷，你先进帐篷，不然他等下不离开。你也同样想躲，但同样没钱没能力。哎呀，很多都这样子啊。我之前遇到很多都说想躲，但是没有钱。我说等到你们有钱再躲啊。